各位香港朋友，我的名字叫 Willy， 我是兼职摄影师，我平时住在东京，不过成日都来香港影相，大部分我的作品是在香港影的。其实我学了两年广东话，虽然我讲得不是几好，不过我想直接啲表达我的意思，所以现在我讲下广东话。香港有很多好嘢食，很多好靓嘅夜景。不过我觉得香港的最大的魅力是香港人，香港很有活力，我觉得香港人很喜欢跟其他人直接倾偈，连陌生人都可以即刻开始倾偈。由我第一次来香港直到而家，呢啲香港人的态度令到我很开心啊。我觉得香港的最重要的价值是自由，因为香港人有些事想讲就可以讲，有些事想行动就可以行动，即是香港人的文化啦、思想啦、精神啦，都是源自这些自由。我觉得现在的香港人日日都奋斗的理由呢，就是保护这些自由。我想保护自由和人权不只是香港人的问题，是全世界的人的问题，所以我都 keep 住关注在香港发生什么事。我相信只要香港人不死，香港一定会再自由，再次复苏。